春天万物生长，又到了挖野菜的时候，而春天的蒲公英食疗价值最高，同时味道也最好。一、清热解毒，蒲公英泡水能够缓解口干舌燥的症状，对于治疗热毒病、目赤肿痛、化脓性疾病以及清肝热有较好的疗效。二、去火消炎抗菌，蒲公英对金黄色葡萄球菌、伤寒杆菌有抑制作用，没事的时候喝上一杯蒲公英茶还是不错的。三、利尿保肝，大家都知道蒲公英又被称为利尿草，利尿效果特别好，对肝脏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四、美容养颜，蒲公英中含有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，蒲公英叶子中含有改善湿疹和舒缓皮肤炎的成分，花朵还有去除雀斑的功效，上火长痘痘可以多喝蒲公英茶。春天到了，你们也来上一杯吧。